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各位参与咱的共修啊，同乡啊，各位历代祖先救援之祖三界万灵众等，大家合掌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经文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各位同修，阿难。继续来讲解咱的金刚经，啊，经中呢，拢对咱提醒着，咱对任何一件代志，拢爱以光明的心念、甲善念来尊敬所有的人，拢是善的，唔是恶。所以咱中国啊，有人问起讲，到底人是性是善还是恶？三字经开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本来咱的性都是善的，性都是清净性。哦，咱人一体有三性，一个身躯，咱一个佛体有三个性。佛陀都是觉性，啊，阿弥陀咱的佛性，药师佛都是清净性。所以各位会记哩，咱人拢一体三性，是清净性，是善之性，唔是恶之性啊！啊，所以各位，啊，咱今朝缘拢伫世间，过投胎出世，咱除了感恩着咱父母有这个机会，互咱有辛苦以外，咱出世出来。来到世间，爱感恩的啦，风神、水神、甲太阳光，这三个神，咱爱个感恩。咱万生万物上伟大的神咯啦。哦，然后咱爱感恩着社会，感恩着咱父母，以外咧，感恩着天地，感恩着。国家、社会，人甲人中间，甲咱的帮忙，咱爱时时存一个感恩。一记哩，各位再时拿起来，你做到合掌也好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历代历祖祖先，感恩啊，着天地万生万物，感恩着风水。跟感恩的国家社会，咱爱感恩。所以各位，咱伫世间要成功的人，一定爱要感恩。若是没有感恩的人，你要成功是真困难。过去我行道24年啊，24年所结的缘这呢只缘，内底逻辑的通结，逻辑的通结咧。好，了解到咱人有成功的人，拢会要祭祖拜祖先，了解祖先之恩。
所以咱中文为心中，万法为心，心者爱有源，源头，源头呢是啥呢？就是咱的立宗，立宗。啊，甲包括到咱道生的父母，所以佛陀在修行中间的八正道，哪一条为制作感应的祖先呢？啊，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就是八正道，正见、正思、正确的讲话、正确的工作，啊，正确的念，知影家己的命。哦，正确的念头，正确的精进就带好自动。哈、哦，正定、正确的禅定、八正道，即是咱人生活生性心安会当涅槃自在的妙法八条路呢。所以，那么其中一条呢，最近咱一直在提倡的好道。所以各位，咱这个法门以孝道为先，孝道呢，你都要开始呢，咱爱制作。我伫今年呢，才积极来推动全民制作罪乐法会，每年定海年三月二十日到二六日，全民制作罪乐法会。咱各国全民伫厝的念佛，甲上经回向祖先。来回向我的祖先，为什么要回向我的祖先呢？咱来了解，哦，咱的祖先是子子孙孙事业成功，家庭和谐之修福神。咱的祖先是咱的子子孙孙事业成功，哈、哦、啊家庭和谐的修福神。再来呢，哈、哦、咱全民念佛，咱每一个月三十。提倡的全民念佛，来供养咱的制作，来供养制作，哈、啊，即社会祥和，国家国泰民安，好、啊、国富民强，这是全民制作，这就是修道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制作的法门，咱今日开始要开启八正道，释迦牟尼佛，我讲啊，遐不好。伊毋是不好，我着世间的无常。所以伊要出家，离开家庭，出去找这个道，会当互生命永远啦，包括要互世大人，所有立祖立宗心。落会安，立祖立宗，了解到咱人真真正正的生命是啥？这释迦牟尼佛，细汉就开始发觉世事无常，这真理，伊才会要出家修行。那么今日各位，咱免惊，咱厝过好，以外呢，一个月找一个时间，要去饮酒的时间，咱来修行；要跋筊的时间。来修行，饮酒身体弄歹去，反正出去车祸，那不是红龙都家己弄，还是弄人。咱除非咱来修行，哦，咱啊要去跋筊，无包赢的跋筊人一个习惯，啊、哦，真古锥的习惯。跋赢筊，哦，真请人去，啊、哦，食较济咧。啊，那么跋输筊，爱食过温，输个食过温，个食愈济。哦，这因我们是善，所以咱各位，咱拢是菩萨。各位，咱那是贤士。那在座同修有跋筊的习惯，咱爱要跋，跋讲我要成佛，跋讲我要来成佛。恁到跋赢，恁才是真真正正的跋筊人。那无拢是跋筊人，垃圾筊啊！哦，迄是造成心愈未安而已尔。够恁跋大脚、小脚，啊，大脚啦吼，对啊啦，大脚。所以咱这个法门，啊，依照八正道，因为呢，
咱即摆开始全面，即条都啊念佛来回向我祖先，啊全面念佛参与水陆法会。咱每一年三月二六，即是水陆法会，为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圣诞之日，啊，咱邀请着咱佛教界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上明海下定大会上，甲咱主坛啊，啊，咱大家共同上经上真济经，王禅老祖显妙真经，啊，贵国先师天地经，啊，要咱的啊金刚经，啊药师经、阿弥陀经、普门品。地藏经、诸经，足济足济经，拢咧是要回向我祖先，提醒咱的祖先，咱的灵性，咱的觉醒的，这嘛是八正道。但是咱伫世间真济无共款宗教的朋友非常的济，啊，咱达最无否认着任何一个宗教，咱赞叹各种的宗教。为咱开发咱内在的大智慧，叫做八戒，嘛是金刚八戒婆罗蜜经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到任何一个宗教，咱爱赞叹，只是伊的过程中间可能有一挂哈，就不如法，我都找到内在心灵的安详，造成颠倒梦想、烦恼作些。所以咱呢，啊，是顶回甲各位。好，我若是咱在座各位啦，吼，恁有即个拜祖先，啊，因为无安心做，有迄个家庭，兄弟啊，老爸要地咧，逐日无地公嘛，老爸要地咧，老母要地咧咧，尤其阿公要地咧时，你搁发袂用家己地公妈出外拜，那你怎么办？但是，咱的祖先有历代祖先，要有九贤七祖，要有多生父母。拢伫咱的身躯边，随时地啊轮流伫咱身躯边看咱的做法。所以咱要如何来超度祖先呢？厝要安放祖先，你要怎么办呢？那么你在外，咱一定先安心，安心来先经过目睭所看的传入脑海内，然后鼻舌身意传入咱的接接着传入咱的心内第八识点。所以话。啊，都请咱啊，义兴大学刘冠宏依照支持咧，啊，设计一个组织流芳的牌位，啊，就是这里只会当收起来。面顶什么姓？啊，什么姓？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啊，是姓祖咧，的连位咧。啊，咱若要念经的时，你用个请出来，啊，请出来咧，啊，咱就用个，咱就带啊。咱会使咧在面头前来念经上金刚经，哎，这诸经拢可以。啊，上山咱向祖先礼敬咧吼，然后咧，哈，你用收起来。有诶咧，惊人讲，哈，无方便，哈，你着收起来。啊，你是不是真水？啊，真多。哦，啊，收起来咧，哈，咱就各位恁用伊。就这个呢，哈，落去内面，哈，落在内面，啊，这个都给夹起来啊，哦，这都给绑起来，绑起来祖先都才袂走的，哈，啊，夹起来嘞，真庄严嘛，啊，你就用放在你的橱仔底，你莫放便所边，莫放房间，若是咱单身哈啦，一间尔，你都莫放到。面层边，咱拄啊，切拄啊，用收起来，怎样甲起来时啊？哈哈，你若要上镜，你得请出来。我咧讲，这个家里一处祖先，吼、哦，诶，有来无来，完全共款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咧，你若个学好，咱咧茶寮遐有这个咧，吼、哦，你得用这個菜。若无咧，咱单独。单独的，咱供养去多顶，哈，这顶当然用去多顶，供养供嘞。阿、啊、你来啊，念经念煞，你要上这经的时，面头前点一个蜡烛灰，咱像恁家供养的嘛好，小心怕的供养一部经煞，啊上煞，阿、啊、你就用向祖先
感恩节，因为咱的祖先多生父母，所以祖先有啥呢？咱来看，这祖是以孝心来祭拜多生父母，多生的父母，也是咱这生也出，尤其这生的祖先守护神，无分宗教的派别，祖先就是祖先，宗教是尾仔才有的。那么祖先早就有啊，所以各位，咱要有这个智慧，要了解到的是，咱真好做，这嘛是咱要修道呢。因为各位拢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各位也拢是菩萨，咱应该有祖先的观念。所以呢，经过足侪同修弟子的要求，我才特别设计这个征求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，开始呢，设计这个祖先一拜位，比恁家的位较歹啦，会记哩，你免烦恼，免惊去人家看到恁祖先啦，有的人哦，人都拢惊，人去因家看到伊祖先呢，那是惊人看到因的祖先拢无啥合理，尤其呢，我讲哇，我老爸老母无真庄严，我惊朋友来看哟，错过去。所以咱这嘛是修道，嘛是尊重大众。各位，经中甲咱开示如何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这是咱今日开始要讲的法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出家修行六年，磕磕撞撞六年，结果心也未安，大汉也未安，所追求的是啥？一个心安嘛，所以伊个咩啊？失望啊！世间无老师啊，救人不如救家己啊，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的家己。迄个善良之心，如来性、佛性，所以伊才得菩提树下。菩提是印度的名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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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得不得。那这么后来后落话来讲，不得得袂着啦，安尼得袂着，不得嘛。不得，不得，不得！世间的事，但是你逐项得袂着，所得着啥烦恼尔？名利真紧就无呀！你做总统上好做八年就无啊，对吧？你做种种的地位嘛，上紧四年就无啊。那么上永久得着啥？修行，佛果伊是永永远远的呢。所以各位啊，咱7月30号。东海大学咱易经大学节典礼，甲中华三祖文化论坛上午9点开始，我要求咱所有的同修弟子，若无来者，闲事各位，这张证书我绝对无发给恁的，那不是气垮巴拉嘞？我甲教务处严正法师、何组长、何俊宁。尤其诶，咱王可清师姐，伊替民无私诶把关，那迄个无签到诶，但最无法现书明年才过来。你不要甲咱老祖师尊、贵国先师、诸天佛菩萨、两天护法，要护咱诶尊荣，咱家也看做那一张卫生纸。那安尼，你都毋是菩萨啦，都毋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啊。所以咱伫7月30。在咱东海大学9点开始举行三祖文化论坛，由咱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杨院长上次共修，最后甲各位做的心得的开示，杨院长伊来专传呢，专门来主持主坛主坛这个论坛，咱就邀请到咱台大较在。历史学院吴启旺院长，国立政治大学的历史
啊，嘛即文学院诶院长严庆恒院长，啊，大陆学者夏柱正教授，啊，伊来甲咱共同来开发咱本宗门，尤其咱所有诶中华民族、中华子女，子子孙孙如何怎啊怎样祖道流芳？所以祖道流芳，除了伫制作以外，咱爱了解着祖先是安怎来。祖先不安，咱心得最未和谐，未安宁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的轮回，我都达到一个安定和谐平和。哦，所以七月三十，好、哦，直接我借到电视媒体，好、哦，咱直接呢，甲咱的地主，好、哦，这严格要求，啊、哦，爱珍惜，要尊重自己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、哦，咱的所有咱的圣贤、尊者、菩萨，头到尾拢在尊重人，咱为什么无法度在尊重人？所以释迦牟尼看到世间的点点滴滴有够多啦，有够多，无法度才发愿去修行，人年外好苦苦种，种到尾啥？你要求人给你开智慧，笑命的啦！开智慧，伊也甲你提起名言，你依照名言去做，叫做开智慧啦。那么咱小朋友来华开智慧，我是甲小朋友身体上头脑的浊气拍开想法，想较有诶是开智慧呢，是安尼呢。那么其他的智慧爱甲你做啥？反省忏悔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伊伫菩提树下，不得不得不得世间得未到的树啊，以后咧。哦，在那边静坐，啊、哦，一直想到过去这两年是安那世界找都找无明书，啊、哦，我都好找到生命，好你永恒。那么后尾想到就啊，心命心不安。那么为如何找到心安？伊咧静坐一时啊，跟那个坐一时啊，向往耳啊咧，听到音乐，听到华乐天上传的音乐。呀，好听！哦，你搁想到当时伊在世间，嘛，伊伫皇宫的时，啊，宫女常常提出弹只的琴给伊听，音乐听真好听。后来他说啊，音乐好听，弦就是弦，啊，弦呢就是你若想的。太硬了，伤硬，太紧了，哦，音就松散，不好听，哦，那个太紧了，哦，太硬不好听，太松了，太懒散不好听，那么怎么样才好听呢？恰恰好，就是啊，中道啦，中道啦。不偏不倚啊！中道即是咱易经所开始的咱的太极，哦，迄条线啊线就是这条，咱这条这个呢，线啊线这个呢，哦，这个线啊线，中道就是易经的真理，共款的意思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悟了中道的时啊，忽然想烦恼大。大悟以后，叫做要从反省忏悔开始。好、哦，咱后一节呢，好、哦，甲继续各位讲解如何反省、如何忏悔，会修到达到中道，都、就是成佛、成圣之道。阿弥陀佛。